弟兄姊妹你们好 ,Hello! Hello! 我想访问大家，你们信了主多久就浸礼啊？蓉蓉，我是五月至的十五月浸礼，大概半年多点了。半年就浸礼了。Angela 呢？我21日。22日。哦，非常之好啊。今天 Joe 呢？我是半年。Gary? 好像15日。15日啊，Franco 你咧？我谂就系4.5个月啦。4.5个月，嘉嘉咧？哦，差唔多1年咯。Loretta 啦，3年。到 Lala 啦，你系代表啦 ，Lala。我系最耐嘅，瞓得最耐，但我系2个月前先投浸嘅。你等咗几耐啊？其实咁啊，真系可能有30年。咁点解咧？以前我教会会上好多唔同嘅 course 先可以。去受浸啦。第二咧，我以前嘅工作都唔系固定翻到教会啊，所以觉得自己都唔合资格，同埋教会都唔批啦，系咪啊？系系啦，感觉上都过唔到个关啦。阿 Gary 就信咗10几日就浸礼，咁仲有 Lala 嗰个会唔会有啲嘅冲突出入咧？有啲咩资格其实我哋可以浸礼？只要愿意承认耶稣系救主就可以接受浸啦。只要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你就可以去浸。嗯，为什么我们要浸礼啊？不是一主一信一守，浸礼要 学耶稣的榜样，我们要跟耶稣一起同死一起同复活。浸咗礼之后，你觉得你生命有什么改变？但是周围的人都知道你是基督徒了，所以呢，就每一天呢要很小心，不要被人误会，啊，原来做基督徒都这么串的，这样的。你以前很串的。以前很骄傲。OK， 即其实阿嘉嘉讲就浸礼是公开的见证。我觉得自己很亲近主，我记得我浸礼一上水的一刹那呢，我即刻喊咯，唔知点解晚黑流啊！因为系同个先生同一日浸礼啦，同佢一齐有重新嘅生命啦。浸礼后让我更加坚定去行神嘅道理。如果浸礼咁好，亦耶稣基督嘅吩咐，咁点解咁多弟兄姊妹仲未浸，即仍然犹豫咧？你哋觉得系咩原因？系咪怕即系受个人嘅？監督注視，我怕公開講自己係基督徒，諗得太多啩，其實冇人問，冇人邀請，有時係唔知咯。我咧就諗，點解我入咗嚟冇人嗌我浸禮嘅？點解傳道人唔問我嘅？係咪覺得我唔夠好咧？信咗主我就好想浸噶啦。咁不過我老公咧就話自己唔夠好，佢驚住浸禮咧就影衰耶穌。因為人普通嘅人咧都行到一神一主。但系一死咧，佢覺得係形式上嘅。浸咗禮咧，有啲束縛啊，又驚自己表現得唔好啊。嚇，真係認衰耶穌。浸禮好高要求，佢要求係乜嘢？相信耶穌係神嘅兒子。咁相信就口中承認。相信耶穌基督係神嘅兒子，死後並復活。心動就不如行動啦，擺手去浸禮啦。你就快啲行動啦，去受到神嘅更多福啦。今日你要把握機會。走十架嘅路，把握机会啊！唔好好似我咁等咁耐啊！快啲嚟成为天国嘅子民，散发耶稣嘅馨香。耶，啱啊！嗨，你哋好啊，我系 Christina。我受浸咧，就系因为好想将呢个重要信息咧介绍俾自己身边屋企嘅人嘅。咁因为呢个啲好友嚟见证咧，可以话俾佢听咧，主系充满咗我嘅。希望大家弟兄姊妹未浸嘅都快啲去浸啦。希望到时见到你哋啦，拜拜。弟兄姊妹 ，Crossway 欢迎你，浸礼等着，嚟！